大家好，我是王生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介绍这把 HR Mi 的 Vitae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，是不是就是另外一把 VSR？ 没错，它就是另外一把 VSR。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呢？首先，它是有一体式的中管，还有最重要的不一样就是这一支非常漂亮的枪托。那大家看到弹夹这里，在这里，一定会想说，怎么弹夹位置是不是变了？你看一下，其实它是装饰弹夹，那里面呢是让你放备用弹夹的空间。真正弹夹位置就跟 VSR 系统一样。那这一组枪托呢，上面总共有六个 QD Quad Cycle 的接合点，一、二、三，以及对面三个。那它还有可调式的贴塞板，还有可调式的托垫，可以依照你射手的体型去做最适合的调整。那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最舒服的射击姿势。那以上呢，就是今天这一把 AC T10 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